超声刀美容的功效。如闻医生特邀专家白转利，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美容颌面外科副主任医师。超声刀美容的功效，超声刀我们经常在一些美容圈里都被炒得非常火热。超声刀我们在想，超声它一定是把我们的那个超声的这个光电的一个力量达到我们的皮下组织，所以还是我在讲光电产生热，热会造成我们的胶原的一个收缩刺激，然后引起我们的胶原的一些再生，会达到一个年轻化和紧致的一个效果。那一般做完光电以后，我们都需要的是常规的加强保湿的一个护理。这样子的话，因为光电嘛，它产生热，对我们的皮肤的一些表皮屏障害怕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的术后的面膜啊、保湿啊都是要跟得上的。